江南现在还能看懂吗？啊，就是彩页改，就是写的是彩页改，彩页改上面就封底，封底上面不是有那个，我没有看出来江南天要改一下，那个电话嘛，电话给我改一下，上面都标点清楚，还有网址，还有那个邮箱，是不是能量小了？啊，他那个公司地址的，公司地址就是地址，就是你改这一块的地址颜色再加深一些。 颜色太浅，你要再听吗？再听。